你是谁？步天云。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因为你们鼠目寸光。你这个混蛋，你这肩上的刺青有趣。风云都出现了，阎王今天就让孽子分好看，废话少说，一试便知。他竟然在战斗中醒觉了脉能，我要让你亲眼看见地下城的人因为你们而死。我们组队吧，精武团给地下城真正光明吧。封神锤，撕天排云。